欢迎加入我的战队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可以说不要吗？你不要拒绝嘞。那我知道再转回去。头上撞到一个树根的一个尖端的东西，你有发现到吗？我没有发现，是我的队友转过来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流血了。欸”哎，还好不是你转过去。有可能。不是，梁姐也参加过很多比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刚刚好。什么刚刚好？帮一个艺术家朋友剪过他的马赛克拼面的作品。我刚刚还以为是消除什么 XX 的马赛克。对，我也以为是。勾出一个自己的怪癖。没有，你会吃很多奇怪的，吃很多的小动物。我吃很多奇怪的小动物。你很大只，你很大只。你说什么？一只手一直在那摇摇，一直摇，一直摇，往前摇，往前摇，不是往前，往前，什么东西啊？